其实，在我们讲到特斯拉速度的时候，我觉得必须提到，临港速度、上海速度和中国速度。那么，特斯拉速度其实体现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速度，体现的是这个上海和我们所在的这个临港新片区对于高科技产业的这个扶持，对于新能源产业的鼓励，对于这个所有的这个政策这个简化流程简化他们的一种这个扶持的力度。那么这是一个综合效应啊，所以我觉得不单单的要提这个特斯拉速度，更应该把我们这个实现特斯拉速度所存在的这个土壤要说明白。